代城市中心，今天迷人的居住区 Soksu Miki Mersin 城市 Andinchik 区 Taurus 山脉海岸线的周围地区吸引了本地和外国游客的浓厚兴趣。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，寒冷的溪流将山谷变成了自然的生活空间，涌入明亮的大海，通过绿色的教堂和桥梁等建筑物的废墟保存历史的自然风光。Soksu Mavki